雕梁画栋，气势恢宏。宏伟的园林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它不仅是艺术杰作，一座行宫，一处禁足之地，还是一个外交活动中心。明清两代统治的中枢，高墙之内，神秘莫测，自成体系的独立世界，紧闭辉煌的宫殿建筑群，诉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。它见证一个东方帝国的兴衰荣辱，也向西方世界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。每周六日晚间六点，ITV 旅游台全台首播《探秘中国》。